回去告诉智阳，本尊替他罚完了，不信。既然来了，何必虚张声势？本尊以为。 教一群小娃娃能让你变得温柔点，没想到万年不见还是老样子。一个锯了嘴的葫芦，能教你们什么？修仙为神，当如本真神一般，逍遥自乐才是。今日，本尊便给你们这些小娃娃露一手，看仔细了。 笑什么笑？笑什么笑？本尊那是口渴了。白雪，你带我饮痛快了，咱们再战。天气神尊，打架用手，吹牛才靠嘴呢。小伙说话挺多呀。谁是祸首？我是麒麟。来，给本尊温个酒。神尊，你快看，天气神尊他。今日克休，红日带他们回去休息。 是。哎，哎，冰块。上国，上国，你总是好心办坏事，想替这样分忧，结果批错了折子，想给仙女们牵线，结果闹出了乱子。哎，你脑子是不是缺根弦啊？ 要好好盛开，待神尊回来之时，见到你们定会欢喜。这白绝都走了10000年了，雪神还在这守着，这份深情真是感天动地啊！何人在此？白绝真神，雪莹见过神尊。这就是白绝？万年未见。 神尊依然没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神尊，我知道您喜欢藏海花，您走的这些年，我日日在这里为您照料着，就是盼着您回来的时候，这里还和从前一样。神尊，本尊早就说过，非得诏令，任何人不得私入我长渊殿。雪神知错犯错。 自去领3鞭天雷，太绝情了吧！疼吗？不疼。看来我得把这树养得再高一点。
省得下次有人偷窥还不长记性。我偷窥你？本尊没兴趣知道你是谁，请回。还有你，慢着，这片花海耗了雪神多少心血，你说毁就毁了，你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啊？本尊是神，要人情味做什么？你，此乃本尊的殿宇，本尊爱怎么烧便怎么烧，与你何干？这神界就没有我上古管不了的事。上古，雪莹见过小殿下。雪神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。明日我就把这薄幸郎贬到下界去。就凭你，三界主神？就凭我？放手！放手！干什么呀？你怎么那么凶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看，该贬下界的人是你吧？我好心散姻缘于天界，只不过中间出了点小意外而已。滥用灵力，扰乱天界秩序，我看你不只是实力不济，更是毫无责任心。你又能好到哪儿去呢？空生了一副好皮囊，实则你就是个薄幸郎。你说雪神到底倒了什么霉，看上你这种人？我觉得吧，你不回神界挺有自知之明的。像你这种神，呼吸在我面前，我都怕污了我神界的灵气。你干什么？我可是未来的混沌主神。你是天启带大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好的不学，坏的学。哎呀，放我下来！你要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今日你缺席琼华宴，扰乱姻缘祠，按律法该罚十鞭天雷。你放肆！你放下来！志阳诓我收你为徒，竟和我说你乖巧听话、勤奋好学，希望你不要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番苦意。回去告诉志阳，本尊替他罚完了，不谢。